家，确实这个姻缘不成熟，出不了家又红尘中修又很困难，就是有没有就是在我们初期定立目标的时候有没有更好的方法？短期闭关，短期闭关比较好。跟老婆老公商量，一个星期的闭关总能争取到吧？两天、三天、三天、三天来请假，短期闭关再做点修。还有每天坚持静坐，就是这个定啊，就是金字塔形的坐姿是最好的，就是双排、单排或者散排，把腿盘起来。这个是前辈通过经验总结。当然你吉祥卧也行，你说坐不了，坐凳子也可以，但是腿散开，这个能量不容易聚集起来转化。哎，这个。就是各种，这其实各种，但是需要你，当你功夫达到一定时候，行走坐卧都可以修了。就是你这个有一个你觉得这个不动的，并不是你在头脑里建起了有一个你不动的一个你是不动的这个概念，是有一天你会发现，真的是你觉得有一个你在这不动，而且头脑的知见会停下来，因为你动是因为你头脑有个认知在动。你认为你是动了的，当你头脑的知见随着时间那个妄念，这叫妄想嘛。佛说妄想，我们有几处妄想停不下来嘛。这个妄想开始停下来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有一个如来在这儿了，你会觉受到有，你觉得你是个如来在这儿，跟成怎么动这个身体怎么也影响不了你。但这个时候就在世上能练了。哎，动静啊，光明黑啊，都不影响你的，就六根就开始初步解脱了。但是在没有解脱之前，你还得最好是离开住院，就是影响你的事情越少越好。这个时候短期闭关对在家人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的，短期的三天啊，两天啊，如果你想治病或者你一个月啊，49天啊，以这样子，如果有条件的，没有条件的7天啊，3天、啊、这样来闭关。闭关其实的目的不在于你的官方，当然也有好有坏，我相信大家修行也不太瞧官方啊，不太瞧，因为解漏一些，因为短期嘛。哎，重点是闭关的目的是平息外缘啊，平息诸缘，也平息打扰你的东西啊，就行了。自己家里就行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现在发现自己在家，因为我自己的机会很多，但是我发现我还是定不住，是因为有场一下还是直接。始终到最后，我觉得直接很重要，不是因为你是人力，还是你是，不是因为你的坐在家里，还是外边是直接不远，不透，一遇到事儿你就回到人道了，你一点不在佛的空性正见上。啊，对。但这个直接要转化来，你需要混乱很长一段时间，在坐垫上练很长。我就说能有条件的坚持打坐，这个把打坐当成个基本功，就不要认为你上座就是在修行了。打坐是一个修行这儿的尝试，就像你做个人刷牙洗脸，很经常的要这样。不是说上座了我就修行了，不是这样的，那是个基本功，最基础的修炼的人不会打坐，或者会吉祥啊，睡着或坐着，或者是这如如不动，不必静转，这些是基本功的。不是，如如不动，不必静转，不管在任何时候，不，这是修行者的基本功啊。但是你知道你被转了，但是要知道你被转了，没问题，因为你开始肯定被转嘛，你定力不够。但是总比你不知道被静转好啊。不修行的人是你被转了，转成一个，转了几百圈你还不知道，还生气在那儿说着。但是你现在修行要成佛，你就不能跟人世间的人力争长争短的，是吧？因为没时间，是吧？不管他多对也没时间啊，是吗？哪有时间？你要出人道嘛，出了人道回来再老他们，再救。可是我们一直都纠结一些事儿了，真的，前几天这叫外缘啊，各种缘，内缘就是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自己的觉受，觉得我很烦，今天我这么三天，我这半年了，活在很烦恼的境界。老师，我怎么修行？烦恼里边也能见空性啊，烦恼的不是你。你不是明天把烦恼转成快乐才能见空性，烦恼也能见空性。为什么你很烦呢？一个是你的见闻觉知里边全是让你烦心的人和事，另外你的身体可能出问题了，气脉里边的气脉啊，因为我们透过气脉看人看是很烦躁，气脉有病也会很烦。还有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根本之间没转，
你芥末觉知六根六尘芥末觉知的东西，你觉得多烦，你着人相，着众生相，着病相，着苦相，着生老病死成住坏空的相，一睁眼就是这个世界是脏乱差的烦的。为什么？眼根染得太厉害了，耳根也染得太厉害了，连清净都达不成，所以你烦。但是这样不要说，大家烦恼的人就说是老师，你这不说我吗？我这两天就烦，是吧？不是啊，大家都烦过，都也快乐过。如果为什么你今天很烦，你半年里边说我一直很烦，只是以烦恼为主了，快乐比较少，你也会偶然快乐一下，比如吃到好吃的啦，或者什么。如果一直很烦，也不代表是有的人是，我一直想要这个杯子，但一直没有达成，其他的都已经无法带给我快乐。是吧？也有可能执着了一件事，一个人一事，比如有的人谈恋爱或者什么，我就爱上他了，是吧？我就要他嫁给我或者娶他，那这世界的吃喝玩乐什么事也引不起我兴趣了，我就一直烦，失恋了或者是吧？是吧？那你说明你执着在一件事，是吧？着相了嘛？那放执着，那肯定放不下嘛？你说我也想啊，我不想烦啊，是吧？放不下修定呗，如如不动呗。然后定不住啊，我烦啊，我疯了，想念咒呗，持咒念佛号是放生超度，反正各种，我不是经常说流行法门都用，看哪个起作用，没准哪个就碰上了，是吧？起点作用，安慰自己啊，因为你已经病态了嘛，病态不得吃药嘛，各种法门都是药啊，实在不行吃中药吃西药都一样啊，是吧？靠如如不动不生法相，这样子到最后不从不着相到不生法相，你的气脉一定会转，知道吧？直接不，你以定力来转啊，不动才能转。你现在起心动念才形成气脉嘛，你能心性上好好的事情，比如说我坐在这儿跟他说话，你比如说我说他这个裙子好看不好看，最想评价又怕得罪他啊，说好看不好看，哎也行吧，哎就是这个兰花，可是但是还说了一大堆，你就说不好看我不喜欢，或者好看我喜欢，不就完了吗？但是人力不这样说话，他就靠靠歪歪的绕着说，他怕得罪他嘛，是吧？那而且我这样说他喜欢不喜欢，而且我要不要评论答对各种啊，我是举个例子拿你啊，这种说话方式你知道，把喉咙这块纠缠了一团，你的气脉一定会哇哈哈哈，就本身正正的，所以正身正意正言很重要，知心是道场啊，你的气脉一定是中正的，好好的话，尤其女孩子就是说话就是因为就是哎这样子，然后这个气脉就乱乱麻团，但是你的念头正了，这个气脉马上就正了，本身气脉就是无形的嘛，这是从空性这件来开始，这种气脉就会开解，乱麻团就会开解，然后自己摆正了啊，中脉呀、啊、左脉要、啊、这是正正的脉才是这样的，平时我们就这么交叉这一团乱麻团，为啥？你要不断的起心动念，不改变你那样说话方式、行为啊，或者是那你肯定还是乱麻团，你能开解了，今天开了，明天又缠上，你连脉也找不到啊。空性正见要圆满，知见要圆满，这没有，否则很多人为啥做作家经常定不住，就是因为知见不圆满。对，我们本来是空性的，是吧？这个知见六根六尘跟你没关系，所以不认他，一天一天不认，我就不认，是吧？有点就是无赖想法，我就不认你，你做了好事坏事跟我没关系，先不认，但果报来了你的受，知道吧？得了病治啊，但是我就不认你，但我也帮你治，我也帮这个众生啊，就是帮众生啊，就这么修下去啊，你的气脉自然会转。当然是一个是你在个坐垫上先练，慢慢的在世上也要这样，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有一段时间你真的是没法工作，真的是这个修行就这样的，实修啊，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没啥用的啊。因为你在这段时间这个人跟你没关系了啊，然后的六根六尘都是幻境，你有时候这个六根解起的时候，气脉转化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的需要闭关，领导跟你说一句话听不懂，因为你不起心动念了嘛，因留在这儿你还没圆满，然后因留在这儿你他说了上句你忘了下句，你怎么也听不懂他那句话，很简单的一句话你不知道说啥，有那么十多天可能一个月半个月，这个时候就要闭关，
因为你没法生活，没法工作。还有你刚开始休息，你坐在坐垫上先平息诸缘的时候，不要怕人骂你啊，那肯定骂你是吧？全是你的冤亲债主，这个世界你就想逃了是吧？你都开始发心要从互联网，从这个网络系统下跑，那人家肯定说没用的，每天坐坐垫上，白吃粮食，啥也不干，你坐在那儿抠了，说不务正业，这种直接很重要啊，就很肯定很正常啊，那是人力对你的评价，你不做人了嘛，是吧？是吧？然后你又没成佛，这不没用嘛，是吧？没用，很正常啊，先做一个没用的人。先没用，有一段时间没用，然后在世上有一段时间要闭关，你做不了事的，过了这两段时间没问题了，哎，就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不要怕人家说你没用啊，所以你可能有时候还脾气欲望一大堆，又犯了，人家因为你还骂骂佛法，骂骂你老师都有可能啊，是谁教的，然后你老师怎么样，释迦牟尼转佛，你看你还是学佛的，你也别生气，因为自己做的不好嘛，很正常啊。有一段时间一定是这样哦，坚持往下修就行啊。不是说我们难，有的人说十年八年，真的加起来没一年，真的你算算你打坐静坐还有定力的时间，加起来不够啊，没有啊，基本上刚开始还练腿的时候，还直接在学直接状态。你虽然是已经打坐了，但不你直接不远，你不得还在声闻状态，你还在闻听嘛。有的五六年，你看中道、中观、正见这些学密宗的很多有六七年在闻听状态，知见不知道啊，他永远用人力的知见想问题啊，你不能先把佛的知见记在心里啊，按照佛的知见修，不能闻听个几年啊。那现在一个问题，我还有债要还吗？就是那我这时候要去还债的话，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吗？嗯，是。但是我现在就是感觉到无力了，就是什么也不想做，也不敢轻易。这也很正常，大家都有这个难处啊，不是你啊，努力呗，就能又要还债，大家都是要还债的，上有老下有在家人都要养家糊口还债，还要经营公司，有时候还要做事，是吧？那做不了是吧？你做不了了，做不是能做不了啊，做不了你想做，尽量的能做圆满就做不圆满就算了。那个红尘，因为我们是在家修行嘛，我说短期闭关，就一处红尘。刚开始你没定力的时候，就到你在演戏嘛，该演啥，该扮演啥角色就扮演嘛。在你妈面前不就是个女儿吗？还不会演个女儿吗？在你老公面前不就老婆吗？孩子面前就妈吗？是吧？看的小说也够多的，还不会演。那你现在不认识来吗？不想。不演就不演吧，咱不演这个剧本了。那你一个人演是吧？啊，你一个人这不很清静吧，很舒服吧？一个人演好自己就算了，是吧？其实我心里是很想。你啥也没，人倒是说像的，你啥也没为人家做，人家就说你自私，很正常。对对对，我以前为他们做了。是吧？我想喝杯水，你连杯水也不倒，然后你说你很爱我，然后就想想这个爱就要表现一下的嘛，你得给我倒杯水嘛。越学越自私了，你说。人道是个三维啊，身口意啊。行为都是一样，你说你很爱我，那行为上你的形成果报，你才能得到我的感恩的嘛。那个果报咋来？你在心里想爱我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是不是？你来行为啊，我是举个例，那才行为是果，是吧？哎，你说我喝水了，你倒杯水说，哦，我说哎，真的，最起码他不讨厌我，是吧？哎，然后呢，你要吃面包的时候，我给你个面包，这不是感恩心啊，什么都来了。你在心里爱我怎么感恩？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感恩你啊，是吧？你倒了杯水，我说谢谢，很感随喜啊，这不是礼尚，这是人道的表达，这就是人道的缘起法，是吧？你比方说我很爱我的孩子，我很爱我的家人，我也知道啊，但孩子们就说你不爱啊，你应该陪着我才啊，你陪不了啊，然后就坐在那说不吱声呗。我也是啊，我去闭关的时候，孩子说你就不爱我啊，我需要的是你陪我啊，你剩下的爱我不需要啊，我就需要你陪伴，其他的你说你很爱我，你给我什么都没用啊。我说做不到啊，人家说那你不爱我，我说认，因为人家对爱的理解是那样的哦，是吧？我说可以啊，是，如果你这样认为可以啊，我是举例啊。但是有一天他做了妈的时候，他就知道，爱有很多种的哦，是吧？妈妈的爱是很多种的哦，是不是？
所以不一定不陪伴就没有爱啊，所以他就会宽容我，是吧？如果他一定要认为不陪伴不是、我不陪伴他不是不爱他的话，那这个聊子就结下了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逆缘呗，生生世世还呗，下辈子陪他呗，反正这辈子是陪不了，你已经闭关了，你怎么陪，是吧？所以大家的缘起很多的哦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，你也不要说一定要众生说你好，有时候你做不到的，是吧？你满足了这个人的愿，满足不了他，因为假如说我跟他出去玩了，他说我希望你坐在这儿啊，我跟他，那你这个就得罪了，满了这个那个又得罪，你做不了那么圆满，是吧？但是不要怕众生骂你啊，怕啥呢？其实做不了圆满。嗯，你做能力有限嘛。就像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也就一千个啊，是吧？那你出了一千零一个怎么办呢？是吧？当然这是个比喻了，我是说你永远有众生，而且众生以他的角度在要求你。如果众生一定认为你给我杯水才是爱我的话，那你给了面包给了啥都不是，知道吧？他的感恩心永远不会对你产生感恩的，而且连谢谢都不说，因为他不需要，你给的不是他需要的，你就会觉得很委屈。我给你需要的，我这么给你需要，你怎么能不感恩了，是吧？你没给到他需要的，是吧？所以你弘法也是一样的道理啊，就像我们做这个弘法，那众生需要佛法他才会感恩你，你告诉他第一滴或者他感，但是众生如果不需要，只是需要名利情的满足，那你弘法其实是他仇人，觉得你讲什么空性啊，是吧？我要名，我要利，我要情，你知道吧？是吧？我是要这些的，你给我这些，你是我的贵人。你说让我放下欲望，放下执着，成佛，这种是风马遥远的天边的事。我是想让我成为一个神通广大、法力无边的人。我不是要把我放下，但是他就是个悖论。你放不下我，你就法力无边不了。这是知见，是吧？但是众生其实有时候不要这些。你以为你真的要啊？想想你以为真的要，你心渴望什么？当你跪在佛前，你说，不管你有求无求，佛可是看你的心的哦。有几个人真的在求佛，我成佛？那佛菩萨坐在那儿，他可是看你的心下的，不是你嘴巴说啥，因为你都不知道你要啥。你要啥？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要，好像也无所谓啊，我现在都修行了。但是心里边最渴望的那个刹那就出来了。你在要啥？所以就是那样的，你不是，所以你成为什么成不了道，就是那样。继续修吧，修修修，自己就看清楚自己了，也会逐渐的校正自己。我们总是无形无相的，任何一个贴标签都错，给自己贴个标签说自己是谁，是女人，是男人，是要名利情还是要空性，都错，因为你会变。你今天要佛，要空性，明天要名利情，啥也要，是吧？反正我们啥也要，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本能啊。我们是空性的，我们是随缘起用啊，啥也有啊。本来我们啥也有的，现在啥也没有了，是吧？这是我们应该拥有的，我们拥有要拥有宇宙一切，这样我们才满足啊。在人里把它叫名利啊，叫名利心啊，叫欲望啊，是吧？在佛法里边叫佛脉啊，我就是拥有一切，我为法王，为法自在。我就是啊，天上地上唯我独尊啊，这是佛脉啊，这叫骄傲啊，因为我啥也有啊，我随缘起用啊，是吧？这个没什么。